184年前的今天，在我們祖國的一個古都南京市裡面，經歷的就是一場慘絕人寰的災難。而在這件災難裡面，我們眾多的同胞都是一個悲慘的苦難之中。12月13号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香港培侨书院，何俊杰老师正在给小学部的学生讲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据悉，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在2021年8月向全港学校发出通告，全年安排13场次的爱国活动，以加强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其中包括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学校早会或相关课堂阐述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安排师生默哀悼念当年死难者。当日适逢周一，培侨书院按惯例举行了升旗礼。升旗礼后，该小师生先后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感悟。香港培侨书院6年级学生刘同学在分享会上表示，生于和平年代的他们是幸运的，作为年轻一代，应做一个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尽责的人。对于历史，中国的抗战是可歌可泣的。对于和平年代，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饮水思源，我们安宁而幸福的生活，离不开先烈们用鲜血捍卫的和平。作为年轻一代，我们应该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认真学习，尊敬师长，关爱家人，友爱同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一个对自己、对社会、对家庭尽责的人。在回望和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全体师生肃立默哀1分钟。刘同学在活动后表示，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就好细个，可能幼稚园嗰阵时就知道南京大屠杀呢件事。咁我觉得今日呢个活动咧，对我嚟讲都系有一个好大意义，因为我哋要知道历史之前点样俾人吓。我觉得好悲痛咯，即系嗰啲无辜嗰啲人俾人杀咗。咁都好多30多萬，學習我哋努力咁學習去到我以後想做一個科學家，都幫咗我哋祖國去保衛自己。分享会结束后，香港培侨书院副校长王慧成告诉记者，希望通过这次悼念活动，让学生明白饮水思源以及和平的重要性。咁其实我哋希望透过呢个悼念嘅活动咧，等我哋嘅同学明白咧，就系今日我哋有一个和平嘅生活喺一个和平嘅年代里面，其实系得来不易嘅，而系有好多嘅前人嘅牺牲所换嚟，所以我哋都希望能够令到我哋同学学识呢个饮水思源。明白这个和平的重要。